你们把我夸到天上去了，等一下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，家人们不要那么夸我，这么夸我，等一下晚上会睡不着觉的。我想跟妹妹介绍个男朋友，但是不知道行不行，不知道我妹能不能看得上。是吗？我觉得是可以的，比较靠谱的。但是不知道嘛，看她喜不喜欢。我是妹妹的老粉，在广东中山市，有空过来玩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中山，这里去中山还好，不远不近。要条件好的、靠谱的，条件也可以，条件也可以。有房有车吧，对对，最主要是这样子。但是他现在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，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。读的不行，读的不行，读的真的不行。彭少喜欢他，我不知道。对，我也，所以我就想试一下，哪天有空了约出来跟一起吃个饭。他们觉得可以，互相了解一下嘛，不可以的话也没关系，反正大家都是朋友。还没有，21号才去看，21号约了21号的医生，今天是16还是17号了？不能早有欢喜的，那必须的，必须的。找老公不能找太帅的人，知道吗？太帅了就很容易招人来的不三不四的美女呀、什么的。帅也是一种错，漂亮也是一种错，知道吗？太帅了，给别人抢去了。你的头痛吗？我的头晕，今天我喝了一点那个药，就是带那个尿尿。啊，尿对吗？我是小丹。哎。哎。然后就可能是头晕吧。儿子有老头子，老六真好。不懂，有老六是什么意思？少在，好像在直播间说，不漂亮不漂亮，张什么？感谢夸奖，谢谢。这个胳膊好粗。有黑粉说话是吧？没事没事，让他说就好了。小鬼鬼呀你！我可以说话吗？啊？我可以说话吗？没事。不要说敏感词的。我让给他们用一下吧。你用吧，我不去。不好意思。我的手机又发烫了。我在房间里面。找下一个房子，对吧？人家好热，这个不知道谁做过这个。
我的手机又发烫了，家人们。感谢素的粉丝灯牌，谢谢谢谢。是不是太高了？这有点高。Hello， 你素啦？没有。你没穿啊？你有穿了是吧？没穿，脱了啊？这么好，我星期天都会脱的，我上班就穿着。这背还是薄了挺多的，可以。还好吧，我也不是很累了吧？之前就是说你本来就瘦，那你腰会小一点。我胖了没有？你还好。胖了是吧？我怕他们有的时候说乱说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能把朋友圈卷进去，店里是打不开的。是是，不认识的人不要拿来我这里聊，知道吗？出去找点喝的，行不行？我就会晕的，晕死了，知道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感谢所有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你看我的头发就这样掉了，然后就断完了。这个不是我剪的，它自然断成这样子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以前发量很好的。得找到好老公了就结婚了肯定会告诉家人们的，是吧？能来吃喜他的可以来吃喜他，能来吃喜酒的可以来吃喜酒，是不是？哪是头发这样也好看，不好看、啊、断成什么样子呢？可能营养不良吧。你说营养不良把自己吃成这么胖，是不是？我去找一下我妹吧，去看一下她。我怕她一个人孤独，一个人在这里，人生地不熟的啊。找她回来和我一起直播，去找一下她。但是外面很热，有点热。你看今天穿的都真的好看的。好。我觉得以前你还是适合穿女人的。我瘦了吗？你适合，你老想穿那种女人的，你老还想穿欧美的。你适合穿女人。那意思就我穿欧美的不好看吗？这样更好看。这样这更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累呀，我这样穿。练着不累，好看，就是屁股翘一点就好看了。你意思就还不够翘吗？没我的翘。哦，真翘。那还有点湿。你穿。他不要洗脸吗？他出去了，他去逛街了，我去找一下他。要不要去？我哪里不敢。啊。不要理他们家人们，我们不要去理他们，因为他不值得我们去理他，知道吗？他说就说随便，但是你不好的人无论你做什么含义都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做的很好的含义也好，不好的含义也好，就是这样，跟自己有关，跟含义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做每个含义人家都是靠自己的双手，不靠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不能去看含义去说别人。你说，那你那句话这么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说，做个前台啊，几千块钱工资的，还有就是卖衣服啊，帮别人那些几千块钱的工资，他们拿着手机是10000多的手机，他们穿的是名牌，那你说人家是怎么挣来的？
那你说人家是不是好好还是不好的含义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很简单的跟你打个比方，几千块钱的工资，你说用一万多的手机，几千块钱的包包，用名牌的化妆品，你说怎么来呀？你说是工资吗？还是它的含义很好嘞？所以每个含义都有好的，有不好的，你不能去看人家的含义去指责别人，去看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感谢乐乐奶奶送的粉丝灯牌。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做任何含义，你知道吗？每个含义都有每个含义的苦衷，每个含义都是人家都是靠自己，不靠你什么，知道吗？都是打拼，包括上班也好，你在哪里上班也好，是吧？你说在什么酒吧上班 ，KTV 上班啊，什么墨竹上班，那也是人家的一种本事，你知道吗？也是一种劳动，你怎么可以用人家的职业来侮辱人家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做好自己就可以了，不要去看不起任何含义，也不要去说啊在哪个含义上班的人啊什么怎么样，其实怎么怎么样，这个跟自己的人有关，你知道吗？跟含义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人呢？没看见吗？他说他在这边，但我没看到。看不见。感谢所有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等会儿我就不会逛播，等一下逛播了晚上再开播吧。好热，我的手机也是一直警告我。温度过高，温度过高，谁相信离过婚的不举不得而已，谁信离婚的人，你不信也没人叫你信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豆腐要你踩，你不要听我骂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一下，我如果我一开口我就骂你了，我就会骂的你今晚上睡不着觉。你最好不要惹我，也不要说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他要不起，他不是不用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他要不起的人，你有人要就好了呀，你干嘛来指责我？我也没有让你要，是不是？好搞笑，你这个人。没有啊。吃饱了没事干，这种人真的是。上我不想骂你，我骂的你一晚上睡不着觉，我跟你说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，自己错在哪里。去评论别人是个什么样的货果？难大一点，不远，就是一条街。骂你祖宗十八代，我跟你说，骂你段子角色。你这样的话，女人，你看你是，不要羡慕嫉妒别人，没有人家的本事。对啊，羡慕嫉妒恨是怎么来的？肯定是这样来的。我
我现在在外面，我不好意思骂，真的吗？就是拿着个手机啊啊，老是在这里巴拉巴拉的，不好，形象不好。等我回去了，好好骂他，骂他心服口服。我现在就是走到这里，然后人家等一下下说我神经病，走大街上说是骂骂咧咧的，我怎么可以丢下我这个形象呢？因为街上很多人，很多车。好了，我先挂播了，挂播了，我找一下他，我等会儿回去再给你们开吧，太热了，外面热，然后我就老是拿着个手机巴拉巴拉的，不好，有点怪怪的，应该是安安静静的跟家人们聊天，不是骂骂咧咧的走在大街上。拜拜。397，你干净吗？哈，挂了啊，家人们，挂了，晚上见。